哇，都好大哦！这个是 by right， by right 不能爬上去啊。然后还有看，然后这一块呢，它有一点快。海水的，然后 OK， 好 OK， 这个是 grey water， 这个是净水的，fresh water， OK， 它还有一个 cap 的， OK， 这就是那个 apple 啦，10 liter 的 extra spare 给你，这样的东西，哇，这么大桶啊，对，然后你需要用那个 funnel attachment 把它倒下去咯，说我们 refill 就要 refill 回这个，如果你不要动这个，或者你买小的就可以，就不要动。LPG 在这里，它有一个 spare 是吗？对，有个 spare 的，所以这个是开，然后关是这样子。OK， 是开关也是一样了。现在是开着啦。如果有什么要 swap 的话，你就 release 这个过去那边就可以了。OK。OK。尽量就是80%就好，不要100%。那它有 meter 看80%在里面。如果你太多的话，它会留在里面。然后这里就是。This one don't have the。你往下它就会卡。Grow up from another side。等一下啦，这是这样，漂亮的网站。我觉得因为它在这边容易被骗。The door, I think it's so dirty.Okay. Where's another bed?The fridge is so big. 这个上面呢？这是什么？这个也是 freezer 啊，这样很大，可以关掉，很臭。哇！什么？那个 fridge 这样 smelly 的？哎 ，toilet 在这里啊。这个床好像很小个这样。这个笼子里面很臭啊，真的臭啊！有什么东西可以放进？有什么东西可以放下去？哇！没关系，要放醋咯。醋啊？哦，那我看，如果你能看一下你那边有没有人家留下那些醋放下去？如果你们买一个醋，然后给这个女士，我们就翻给你了。哦，就是白醋，加一点水啊，抹一抹。它就减掉那个味道。OK OK。因为现在是，现在还可以呢，他们。OK， 所以基本上这个是 island bed， 然后还有个 top bed。四个人可以睡 top bed。这样开哦。这个吼，你只是要 push 一点就可以拉下来。等推回上去的时候就是 push 上去了。上去，因为这款它没有 electric， 其他有些是要用。它有楼梯爬上去，有上面有一个楼梯，上面你要可以放下。收驾车的时候一定要推上去了。就是这样子。是这个，然后你要 check grey water 就是这个，然后 fresh water 就是这个了。75-80就可以了。Okay, grey water 现在是 empty， 所以它没有东西。没有灯。对。<Okay. S 1> 然后这个灯如果 fresh water 越来越少，它就灯越来越少了。<Okay. S 1> 然后 in house battery 是 charge 了的了。OK， 如果你 plug in power， 它会收这边，就是证明是可以 connect 的。OK。
像 fridge 是它是用 plug in 才有 power 还是它现在也是有？你一定要开着这个 so that 你的 fridge 才可以开、哦、现在是因为刚才没有开那个 gas、嗯、所以它就是闪，它找不到它的 source。 这个呢你就是要 restart 这个，所以这个它会 run by gas engine 和 power、嗯、automatic 转的、嗯、假如你 off 了这个它就不能 automatic。 它那个 gas 是这个跟这个 share 啊 LPG 的、对 ，Yes， 它可以 run fridge，、oh. run 这个 heater hot water，、mm. 还有这些哦、oh, ，store 把 oven 的东西，所以就不用管了。嗯， okay. 然后 power 呢就也是一样，除了左边的。这个可以教一下吗？这四样四个东西。啊，这四样只是保持这样就可以了，不用动它了。不用动它了，因为它 set 好了。所、okay. 以、so, 如果我要 start 的话，就是转这里放到上面的。Oh. OK， 可以。这个、okay. 它。有一些 model 它是可以按那个钮的，这个 model 可能要用火柴了。哦，是啊，这个是没有按的。这个火柴比较轻点一点。Oh, OK OK 可以。这个是蛮新的，只是不他们还是 design 这个。去看外面有没有出的。然后啊 ，before that 哈、哦，这个哈、哦、它有这个 trauma system，、就是 run hot water heater 的 ，OK、嗯。第一个是 heating 哦，嗯，哦，车内的 heating。啊，它 in house，OK，、okay, 跟那个前面是不一样的。不一样的。所以你可以选 up to 30和给它暖一暖和 ，OK。然后这是 hot water，OK、okay,。然后第三个是 source。这是 gas、嗯、或者是 power， 也要说是 power、嗯、mix 你就不要选了啦，因为它很 complicated 的东西。 OK OK， 现在因为没有插电嘛，就用 gas 哦、嗯、好，然后最后一个是 ventilation 啊，或者是 high load。 对，这个 ventilation 是哦那个、哦、它是从里面那个洞孔那边哦，它帮你ventilation 的，应该没有用到吧、有热气哦。啊，有热气的。OK， 我现在关完它哦。然后因为看那个水哈、哦，就是这个水哈、哦，就是太冷的话，它会流完的。还是要看到我 on 那个 heating， 才会满，才会再加回水了、它那个东西呢，就是在这边。哦，你刚才说到按蓝色的关。你看啊、哦，现在它出来了的。OK。所以我现在按回去，但是这个它有一个开关的啊，这里。如果晚上没有用太多可以关，因为它还吃电，吃电一吃电哦，它就会要电了。要 jump start 不是要里面的哦、oh, okay, okay, 嗯、两个分开的，嗯 OK， 所以基本上都是 manual and manual auto 的，对、然后有这个 blind 上面可以关，真的要慢慢开哦、因为它很容易破，然后它一破是整个东西要换的，因为里面它没有保险包嘛，所以你们就是注意一下咯。然后窗口上面就是一样哦，你可以打开，它是 combination 的，而家我哋嚟卖 market 卖菜 ，pack and save 喺呢度做，最系我哋嗰度嘅 similar 嚟 ，concept 最 cheap 嘅价钱最 cheap 嘅 pack and save， 仲有一个系咩啊？呢个仲有一个 countdown， 青色或者红色嘅，红色系最贵嘅。我哋要买几日嘅早餐、晚餐，买啲肉、bacon 啊、蛋啊。OK， 你只要推坐啲嘢。我收手，我收手。呢个好唔好食？番茄哦。唔爱辣椒，唔爱蒜，我买鸡蛋，买 cheese， 咩嚟嘅？
咩 coffee 啊？遲咗喎，冇啦，南非啊。你試下啦，你之前係咪買過？類似咁啊，我唔知係咪咩牌子，試下咯。I want to buy 鸡蛋面包 bacon mushroom soup no sprite I want to try kiwi 这个大小粒我买大粒的 You got pear 是你的我要买大粒的 kiwi 以前吃过很大粒的啲仲細粒嘅，啱啱食過好誇張。呢度有紅色。紅咩 ？OK OK， 你買。買個紅色。好貴喎，好多粒喎，我食唔曬喎。啲肉嘅。好多粒喎，嗰紅。不如。咪揀。試下黃色嘅先啦，食咗黃色之後，第二日點？再買咩嚟咯？一盒呢個黃嘅。的。我哋嗰度都有得賣，多粒喎，都好細粒喎。我記得以前食好大粒嘅喎，或者而家呢個試真係細粒咗。嗱，我幫你睇呢只，都係細粒。OK。仲有咩賣？賣啲菜啊？係試。買呢種，買呢種啊 ，something like 依啲咁嘅樣嘅，好過依啲咁嘅樣。依啲好似好 fresh 整啊，反而整出嚟冇食，反而依啲咁嘅樣 ，cheese bacon 喎，好似好做正。我發覺依度賣嘢好貴啊，對個 street 好多。比起你啲價錢啊，好似我哋嗰啲價錢，或者你而家你仲係整衫。只冇我哋依度12磅。我咁樣一啲人口嘅比斤喎，大佬12磅買得到喎。You want cheese and bacon sausage? Can try this. Cheese and bacon. Then buy bacon and steak and lamb.買牛肉啊，你揀啦。你今晚整咩？今晚就整喎。三磅，14磅添。OK 啊。啊。OK 啊。三磅。Extra 咯，我加翻六。我係被坑。如果係咪？多啲嘅，因為食到好大嘅。呢個咧係三個，有啲有骨嘅。你買一啲比較有雪花嘅，所以唔會咁硬啊嘛。呢個係咩嚟嘅？呢個油啊，骨啊，個骨啊，冇咩肉喎。冇肉，唔大嚿。呢啲唔係肉。呢度應該可以打客三四日嘅早餐同埋夜晚餐。Remove item from bag area。買咗雞蛋、比克、牛肉、mushroom、麵包、snack、sausage、水、紙，係咁多先。而家嚟浸温泉，依個地方哇好凍。book 咗5:30，都三個人大概260多元啦。呢度有啲買游水衫。哦，
好多温泉，好正。水咗，佢係應該係30秒、40秒就停一下嘅。蘇利愛就 press 一下 ，press 一下。如果你唔可以停，你知道差唔多時間，你就撳一下咁樣。入邊撳定係開門出邊？入邊啊，你嘅 shower 嗰度撳啊。我喺度有一個三 D case pack 都係 short 嘅。邊人可以？哦，可以食。邊人留下誒？Use the spoon and put the okay. Eat it.現在我們到了 Geraldine， 這個 Geraldine 我們今天是 from 那個 Christchurch， 然後駕車大概一個鐘頭這樣來到這裡，所以現在我們來這間叫 Baker's 的地方，是專門做那個 jam 的，它是一個工廠來的，但是製作那些果醬，然後那些果醬有的 taste，有得試，等呢度又有得住，係叫 Baker's Food Stop Eatery， 所以我哋入去急一急。而家好凍啊，而家應該係11度。呢個係住嘅地方。等呢個就係佢嘅廠，所以有好多唔同嘅生果嘅果漿啊，入得買好多 jam 嗰啲地方。每一日都開8:30到4:30。我又有得食嘢，有得醬。Hi， lemon honey and ginger。Buy the strawberry jam. You can taste first. You can taste it first. Maybe you can go there and try this. 可以試下買佢嘅 strawberry jam。呢個係專 taste 嘅，所以你可以攞個 spoon 嚟 taste 啲。You taste which one you like it, then we can buy. I want to try also. But you only taste one and then you throw it, it can only taste it. You just keep tasting with one stick. The dirty one put over here. Let me try this one. This one is berry. Okay, good.
try, I want to try. What is this? Raspberry. This one also. Oh, this is a sparkling juice. Lemon. Oh, this one I want to try. Lemon barley. Okay, here you have my cheese. And there are some廚房用的東西，布啊，這些吃 jam 吃 cheese 的用的用具。 So 又 I need to have patient. Let me try patient. OK 啊，其實這些是茶在茶麵包吃，或者葱都是茶麵包，葱的是在那些大枝。這個呢 Lemon and Lime， 好都 OK 哦。 Lemon 也 OK， OK 哦。 But 這些是真的 scone 啊，或者 cookies 啊，咁樣嚟食，呢個係咩嚟嘅 ？Peanut 啊？唔係，你個仔 which one you want？ 直頭係應該可以嚟，直頭沖水咁樣嘅。沖水係嗰啲大枝啊 ，sparkling 嘅。你愛做選擇做 sparkling 就得，唔愛都得。我想試 lemon and honey 啊。我要試呢只。你試咗，人哋你洗一洗佢。誒，你整啊。我要依個 lemon barley。黑落少一部分。Oh. 你加水啊！你邊度有食頭油？唔啊，嚟、like、啲 so so good 啦！真是，我你未整到俾我飲咧。我知。老公，你睇呢只，呢、這個係超嘅水，呢、這個係 sparkling 嘅水。唔知我依家俾你普通水咯。Try different one. Okay. Sparkling 的是咩？點樣嘅 ？You try a different sparkling. Yuzu. 哦，我唔中意 Yuzu， 我中意 Rus。啊，嗰只黑色嗰只係咩 ？Black currant. Okay. Black currant. 嗯。最冇人飲嘅嘢，甚至悶悶嘅。有 ginger beer. That the last one. 等我要 sparkling 嘅水。You try the soda one.Okay. You want to try? 其實是一溝六 syrup 一 one part， 然之後我都係六 part 嘅，我哋沖得太多啦。少啦。睇下幾多錢先？七溝九，7.7。俾你$8咯，乘三，324，$24。OK 啊，$24一支。OK 冇。Bitter。哦，成功嘅。所以我哋買咗兩罐 jam 同埋一支。Do you like a bag or a box？ 一支果汁。Yeah, please. Just a bag will do.We don't take American Express, no. Not many places in New Zealand take American Express. Their fees are really high. Yeah. Here you can eat, yeah. But we've eaten it, so I don't plan to eat here.
有 scone 喎、哦，老公你又試買一嚿 scone 喎、哦，好 Q 大隻嘅 scone 喎、哦。等你可以點你嘅 jam 食，可能呢度嘅 scone 好食過今晚。你車邊有？麵包有 microwave。有阿温啊？有啊。啊。我要買一嚿啊。睇係咪 plan 嘅？睇下先。你哋需唔需要咯？如果唔可以玩開幾麵包嘅，我哋車到好多麵包。OK 啦 ，Let's go。等我哋而家去 cheese 嘅 factory。依個係叫 cheese company。呢度有得食 cheese 同埋食 ice cream。我成日都係鋪頭。哇！喺依個 cheese 嘅 ice cream。等我入去夹一夹。嗨，好，一入嚟就闻到一阵 cheese 嘅味。呢度有卖好多 seasoning， 诶，呢系有我想食嘅 cheese 冇？Green dish. All right. 奶嘅 cheese， 睇下有唔有良奶 cheese。啊，我睇到咗一嚿豆蔻羊奶。OK， 老公，我要嗰只羊奶嘅 cheese。呢只羊奶嘅，帮我的。You sure? I think it's okay. Make the spaghetti also good. Okay. Maybe I'll make the 11 years old. 11 years old. Let me try. Okay. It's good. It's good.羊我就 OK。You want anything？ 呢啲唔同嘅喎，你呢個係 sheep， 你叫我買都係 goat 喎 ，goat 同 sheep 唔一樣。我知啊，佢頂起冇得試嗰個羊嘅啫。啊，你買？你買嗰只 sheep 嗰只咯。Ice cream. Oh, yeah, I see ice cream. Wanna? I want to try ice cream. How do you choose one? Vanilla bean. Got vanilla bean. Oh, daddy, what vanilla bean? Vanilla bean. Where? Ne? This one. Just get that cold. It's one scoop vanilla bean. Yeah, cup or a five. Cold. That's all.Yes. This one ice cream? Yes. Thank you.
呢個叫 church 啊，唔知咩啊，唔知咩 church 啊，細細間嘅，就喺個湖嘅前面嘅啫。哇！呢度好多遊客。冻到地下都结冰，呢个夹机等我哋嚟食沙文。文鱼，在湖边的一间 shop 专卖三文鱼，你等就在个湖边旁边吃三文鱼 shop 老湖。这个鱼子，哇，这个烤鸭要36元啊。呢、这个13元，呢、这个45元，食得晒木，会太多木，呢、这个又好似太少。咁我觉得我哋都会流离主店啦，一时可以嘅，但我相信你仔一下食晒，开咗攞下波40元咯。买咗阵间就坐喺呢度出边食。哇哦！阿弟 ，Can you go there and take a seat first? Wait there, wait us there. Yeah, wait there. Ice cream.你坐嗰度嘅，你影相靓咩？嗰度好多人啊！哦，呢度嗱，喺呢度睇唔到个，你要咁样。
家喺个桥上高。景真系超靓，但系呢个成个 track 要行三个钟头嚟回。嗰度仲有一个吊桥，点解我哋要行过去？